孩打我操，你要不爽就脱光给我看我的发。 Sexy sexy do you want me s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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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fox sexy sexy do you want me s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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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fox sexy sexy do you want me s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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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fox。密码是六个零，我一下子就猜着了。多少钱？多少钱？你这，哎呦，120块。他哪来这么多钱啊？你说你们也是，直接给钱不就得了吗？装什么黑社会？这张卡就留我这儿，就算你们抵债。大奎，啊，赶紧带他们走。我们不是只欠了100万吗？利息不算钱啊！告诉你，每天5个点的利息，这叫规矩。剩下的，大奎，嗯，给他们算清楚。啊！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啊！那个叫詹妮的啊，勾引我买了一个爱马仕啊，还那个请吃了一顿俏江南，发票就在我这儿的啊，发票在我这儿的啊。哼，留着呢啊。拿着这点钱找个好点的地方，把身上那妆都洗洗，装什么黑社会。本来是送 Mary 走的，现在好到前台给人家。这算什么呀，我简直就没有想到 Mary 现在变成我的债主。哎呀，你们当初还把人赶出去，要不是 Mary， 你们现在可能已经被黑社会先奸后杀了。我跟你说啊，可是我还是不太相信他。行啦，不管怎么样咱不能赶他走，这钱一定得还。喂，是我，谁呀？唱片公司啊。卡森小姐，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录音棚，将来你的专辑歌曲啊就在这里录制。你看那个话筒，不敢说是世界最好的，在中国大陆绝对是最棒的。你看这个调音台，这原装美国好莱坞进口的啊，18个声道，高保真，妈，绝对棒。你
你看，你看这屏幕都彩色啊。卡特小姐，你这边请来。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这边请。哎，卡特小姐，请。来，您请坐。哎呀，这个感觉怎么样，卡斯小姐啊？特别喜欢。经理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到底看上我哪一点啊？哦，哈哈，卡斯小姐，你现在在网上啊非常的火，很多公司呢都抢着要你，但是我们公司选人呢看中的不完全是这些，我们追求的是天赋、风格、嗓音还有个性，您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些东西正是我们公司所需要的，也包括我的负面新闻。您很坦率，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私生活，我们坚信懂得做自己的歌手才会静下心来做音乐，对吧？您刚才来的时候外边那些粉丝您都看到了吧？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他们不会这么热情的。刚才那些粉丝不是你们安排的？当然不是我们找的，他们是自愿的。他们管自己叫叫这个 surprise， 我觉得很贴切，您就是一个惊喜。这样，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卡斯小姐，我们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签约了啊？不看了。爽快，爽快啊！这个，这是我们大老板送您的，作为你加入我们公司的见面礼啊。这个，这是82年的老费，我们老板可是您最忠实的歌迷呀 ，Big Fans。那老板在哪儿？我去谢谢他吧。哦，咱们老板去国外开会去了，他让我务必转达对卡斯小姐最诚挚的祝福啊。哈哈，对了，一会儿马上要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啊，你马上准备一下。这么快？啊。可以了，换衣服吧。觉得这一次我要感谢我的唱片公司，因为我很喜欢今天的发布会，我也并且觉得他们对我的定位非常的准确。我希望观众和听众能够喜欢我这一次的 EP。嗯，那请问卡斯小姐，您对上次的选秀丑闻怎么看待？我问心无愧。请问那宣传的广告是真的吗？是真的，那个时候我确实在恋爱，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对选秀节目当中说的那个故事也是真的，那个阿赞的真实存在。那是下一个真实话是什么？啊！有病吧？救救他！这您看到这款呢，就是我们全新的福克斯。它安全性特别高，它前后缝纫钢梁使用的是硼钢设计的，是正常钢材的4到5倍。你可以上主驾驶看一眼。然后它这款车呢，它有一个 Think 系统，是微软和福特共同研发的，是人机交互系统。嗯，这样的话能释放您的双手，你可以过去看看。全新嘉年华上市。嗯，好的，谢谢。I don't know if I can do this alone. Oh, after all our sweet love's flown, I've been a run. I've been skipping like a stone.
And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this alone. When I met her, she was standing by a door. I ain't never seen a light like that before. 是啊，是挺巧的。你来这儿？哦，我来这儿看看汽车，有一个公司抵押给我们公司一辆福特的汽车。你笑起来真好看。谢谢啊。你好像不太爱说话。没有啊，熟了就好了。甜的呀，卡斯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觉得卡斯姐姐唱歌特别好听，阿莱斯也喜欢唱歌，也喜欢喝甜水，我就往里头放了一大勺，然后使劲的晃了晃，我以为他能喜欢。Mary， 别难过啊，卡斯姐姐没有觉得你往里面放毒，她马上就要喝水了。卡斯，别喝。甜的。嗯。Mary， 不好意思啊，以后卡斯姐姐专门唱歌给你听。歇会儿吧啊，让你来我们家做客也准备对个电脑。你这么急忙的把我找过来干嘛呀？哎，你认识卡斯吗？认识啊。哎呦，
我老公最近特迷他，你跟我要两张照片呗，有签名的那种。就这事儿？小事一桩啊。哎呦，够哥们儿。事儿啊，以你特别专业的那个角度，你觉得这个试试？试试你就知道了。哎，我就是问了。没事，试试。我告诉你，用了你就知道有多快乐了。怎么用啊？你自己去看吧。这你让我怎么说呢？怎么了？大家怎么这么不开心啊？阿莱西的奶奶心仪回国了，刚跟 Mary 通完电话，要抚养金，却不能见面。阿莱西在哪儿啊？我想见他。怎么会这样啊？他们？你一定会见到阿莱西的。实在不行，我们跟你一起去美国找他。阿莱西是 Mary 的女儿。他凭什么不让他见自己的女儿？他说我是疯子，他说我是疯子，说艾莱西不能让疯子抚养。我是疯子吗？我是疯子吗？我是疯子吗？不是，要不我们帮帮他。别睡了！你睡了谁招呼卖车啊？都一天了，车都没卖出去。老板，今天白天买车的人少吗？你一会儿嫌人家给的钱少，一会儿嫌人家太糙怕糟践这车，居然还说那人长得太丑怕配不上这车。老板，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想卖还是不想卖啊？我当然想卖了，不是要卖车就要给车找一个好的主人呀，不然的话他这样被开着也不开心呀，对不对？你看我老板对你多好啊！啊。你在这干嘛呢？贴广告呢。广告营销很重要，坐等上门还不如我们拉着广告出去转一圈，然后守株待兔，聪明吧？走吧，我们上车。接着。我是让你往人多的地方开。不是让你往堵车的地方开，杵这儿半天了，这广告也没几个人看，有什么用啊？哎，师傅，你要买车吗？什么车？东北车？四川车？还是洋车？哎，就我这车。行，美女，回头给你打电话啊。好嘞，好嘞，师傅再见啊，记得见我。你看吧，我说有用吧。电话来了，肯定是买车的，信不信？喂。哎，你们贴的广告啊？啊，对对对对对，您打算什么价位啊？啊，我们这是全新顶配，刚提的，一口价12万。我操，这么贵啊！我就要包夜，又不要包养。我们这儿只卖不租。傻逼。有病吧这人！你把电话写上去，肯定好多人打骚扰电话啊！才不是呢！要不是我这个好办法，这车能卖得出去吗？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打电话感兴趣啊！你笑什么？伟光正，我告诉你，你跟着我算是有福气了，公司很快就会起来，你算是元老了吧？到时候车房啊，你想要什么，老板就送给你什么。我以后要的可就不止这些了。那你还想要什么呀？我想在山边有一块自己的地，等到工作干不动了，就跑到那儿随便种点稻子，养点草地马什么的，
你想要的只是这些啊？喂，小妹吗？哎，是。你这是前台服务吗？不是，你有病吧？我说这些人有病吧？我卖个车，他上来问我是不是全套服务。女人吧，爱花上粉红亮丽的唇彩。Hey girl，要让你崇拜。女人吧，爱漂亮，性感中带点可爱。Hey girl，想要把你宠坏。I want you take 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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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而不只是傻傻的看着我发呆。输得在这个小混蛋yeah oh baby。Tell me, I need you tonight。这游戏叫关怀，没完还不说拜。Oh baby, don't be shy， 放宽你心态。让爱情不买卖，没有谁会受伤害。抛开一切阻碍，只想和你一起 fly。女人吧，爱花上粉红亮丽的唇彩。Hey girl， 要让你崇拜。女人吧，爱漂亮。情感中带点可爱。Hey girl，想要把你宠坏。I wanna take you down， yeah， 女人吧，是你打动了我的心脏，就像紫色的肾上腺素，有了你不怕误入歧途。That's right， 就是那么爱，你是那么坏，我膜拜，我青睐，不是该。Come on， baby girl， let's change my life。傻傻的看着我发呆，输得在这个小混蛋 yeah oh baby， tell me I need you tonight。 这游戏叫关怀，没完还不说拜。 Oh baby don't be shy， 放宽你心态。让爱情不买卖，没有谁会受伤害。抛开一切阻碍，只想和你一起 fly。 女人吧，爱花哨粉红亮丽的唇彩。Hey girl，我让你崇拜。女人吧，爱漂亮，性感中带点可爱。Hey girl，想要把你宠坏。女人吧，爱花哨粉红亮丽的唇彩。Hey girl，要让你崇拜。女人吧，爱漂亮，性感中带点可爱。Hey girl，想要把你宠坏。女人吧，花上粉红亮丽的唇彩。Hey girl，要让你崇拜。女人吧，爱漂亮，性感中带点可爱。Hey girl，想要把你宠坏。